Today, let's learn a new word. 低头族 By the way, let's discus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低头族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安娜贝尔。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语是“低头族”。那什么是“低头族”呢？“低” means to lower，头 means head，低头 means to lower one's head like this。 足 means clan，低头族是指长时间、随时随地的去低着头看电子设备的人。在和亲戚朋友聚餐的时候，在坐车的时候，甚至是走路的时候，这些人呀，都会去低头看自己的。 电子设备，如我们的手机，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时候。用英语，我把它翻译为 smartphone and i c t 你有不同的观点吗？你觉得低头族用英语怎么说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 今天我为什么会说这一个词语呢？因为今天我在巴士上看到了这一幕，几乎所有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低头在看手机，有的人可能用手机来听歌，有的人可能只是这样子刷剧、看抖音、玩游戏，用社交软件去聊天。那还有一些人用手机来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 还有人用手机来学习，所以让我不禁想起了“低头族”这一个词语。这一个词语用在大多数年轻人的身上，再也适合不过了。也难怪现在得颈椎病、近视眼的年轻人的占比是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点，嗯，我一直在想，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是手机都离不开手的，在碎片时间，大家都是在用手机，不论是娱乐还是学习。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那些用手机娱乐或者是学习的人。 而我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强调的是，即使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浮躁，我们更应该去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去放空自己，去思考，去发现这个社会的美。 去反思自己，让自己沉淀下来，用心去做一些事情。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那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每天多次的去反省自己，不断的改善身上的不足之处。 提高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那今天你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反省自己呢？对自己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有总结吗？今天尝试去改变那些不足之处了吗？最后，你认同我的观点吗？你是怎样看低头族的？ 欢迎大家在我的留言区分享你们的观点，你们是如何看待低头族的？刷剧 （to binge watch） 刷剧 is always used in spoken language 刷。刷 it doesn't means brush。In here it means to do something in short period s of time。 刷剧 means to watch a lot of TV drama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Jin zhui cervical spondylosis. Jin neck. vertebra. Jin cervical vertebra. Jin cervical spondylosis. 沉淀，沉淀，sediment。In here，沉淀 means to settle down。For example，我们应该让自己沉淀下来。It means we should let ourselves settle down，or we should c l i m b ourselves down。吾 means 我，日 means 天。 三省指的是多次的反省，吾是我身自身，So 吾日三省吾身 means 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everal times a day.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拜拜。